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八大吉祥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您的掌声鼓励。是，节目一场接着一场。嗯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夸住宅》。对，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，还有我于大爷于谦于老师，是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多好，传统的节目。嗯，叫做《夸住宅》。对，贯口类的节目啊。那我师父那个嘴里，汤汤汤汤汤汤好几百句，嗯，脱肛而出，哎，不好来，稍微有些难度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质数有难度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脱肛而出啊？脱什么？脱口，脱口而出。哎，人家那个嘴里，哎，干净，是利索。哎，应该向人家学习。哎，干净什么？利索。你这嘴让驴踢了是吗？早好了。哎，妈，还是踢过是吗？利索，利索。哎，缩，大家伙都会写。是是是，缩啊缩。哎，缩，干净利索。你怎么拼上来的这是？那缩啊缩这玩意儿，干净利索。哎，关键是这个嘴里。哎，嘴里，啊，嘴里还，嘴嘴，滋啊嘴。哎，哎，你拼什么都带个啊呀？怎么还？嘴里干净利索。好，应该向人家学习。是是是，二位也很辛苦，下去休息休息。休息一会儿。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哎，我们两个人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应该的。我叫岳云鹏。是您。一个小学生。您客气。这位老师。我。他叫。什么名字？这个相声啊是四门功课。哎，等等。说学逗唱。哎，不，甭说这个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忘了。啊？忘却了。哎，不，还忘却了，咱俩一块上来把我忘了。你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。哎，对，还些许的时间。行，你想吧，想不起来我歇你。嗯，叫什么来的？嗯，大街上小孩骂街老提你。哎，对，骂街提我。骂街上老提你。提什么呀？孙呆。哎，他不是不是，这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你跟他是有些区别的。废话，叫什么来的？能这么说话吗？你别说啊。我不说。我想一想。好好想。刚才主持人说来的。哎，主持人说的。你别说啊。哎，老嘱咐我。想起来了。你说吧。哎，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？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甭费那劲了。嗯，孙越。孙越。哎，嗯，甭什么呀。孙越怎么了？这仿佛是个人名字呀。哎，对，岳云鹏是狗名字呀。完了，这人不会聊天。谁不会聊天？孙越那是女同志啊。什么？哎呀，人家唱歌的。没，祝你平安，心情不错，我心飞翔。哎，我飞不起来啊。甭说这个，男的，说相声的。哎，孙越，提起他来，大家伙不太熟悉，没人知道。提起他的姥爷来，哎，您老提他，家喻户晓。是是是，他姥爷，哎，李文华李老师。对，想当初给姜昆捧哏的那位老艺术家。是是是，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。哎，是我。这孙子说得很好。哎，就我这，等，人家那个，这哪个呀？合着骂街那孩子就是你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孙子我招你了吧。这位老师好好说相声，说的不错，您好好夸夸，嘴里也干净利索。是是是，向您学习。您别介，除了这些，作为一个相声演员，嗯，还得有文化。当然了，经常得看书。是是是，他就不错。我，他有文化。我有点文化。他在我们后台来说称得上是唯一的一位知识分子。喂，就没有办法向人家再学了。不啊，您说清楚了，什么分子？无所谓，反正啊，不，有所谓，有什么分子？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，全后台指着我一人消化呀！你看多胖，你看哎呀，我夸你呢，我不是什么？什么叫知识分子啊？我有那么个词儿，我给忘却了，叫什么？知识，知识，哎，知识分子，没错，反正是有个分字，哎。没听说过，知识分子，哎，有文化，对，向您学习，您好好学。我们后台有很多人，他们有什么不懂的事儿，都过来问他，哎，好问个我，当然了，偶尔也过来问我，啊，也问你，我有文化，你有文化，有知识，
怎么到你这儿不吃了？哎呀、啊、有文化有知识，哎呀，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、哦、真的。合着您是脑力我是体力，这满腹经纶。哎呦，什么您呢？满腹经纶，看过书啊？您看过书？什么都看。是吗？四大名著哦，倒背如流。四大名著您倒背如流？著名大寺，哎，倒背如流。这四个字倒背如流管什么用啊？还著名大寺还倒背如流？哪学校这是啊？你甭管了，我什么都甭管了，反正就是您得是这书的内容。看书啊？啊，有文化有知识。四大名著？四大名著啊。哎，那我问问你、啊、经常的看啊？不不不，嗯，甭经常看，我问问你啊。说吧，四大名著都哪四大名著？怎么其实这个相声现在不好说、啊、不、哎、我这聊天问问您，四大名著哪四大？你问得着吗？哎，不，我跟你过这个吗？我怎么急了这么会儿？我不爱理你。拜拜，一会儿让我师傅歇你。哎哎，那您让师傅省会儿劲儿吧啊。不、嗯、咱聊天。四大名著 您说说。红楼梦。红楼嘿有啊。忙什么呀？干嘛呢？梦呢？不是，哎呀，不，您等等，您真懵呢？不，我怎么会懵呢？我那么高兴啊您？《红楼梦》哎，《三国》哦，《三国》有吗？有，两本的吧？两本的，第三本什么呀？《演义》哎，哎呀，啊，就别哎呀了，哎呀什么呀？《三国演义》是两本啊，几本？一本。我们家怎么两本？哎，您那是上下册啊？好吧，这本书叫《演义》，演义什么呀？行，上下册。哎，我从了你。哎，你别从我，这你从我管什么用啊？《西游记》哎，《西游记》有《水许传》哎，对啊，《水许传》什么？谁嫁给谁？这是啊？什么嫁给谁？什么叫《水许传》啊？水什么？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，哎，经常的看，是啊，我这肚子里都是文章。哎呦，就这个。我除了这些啊，啊，我每天我还吟诗。你啊，哎呀，最爱吟诗了。哎呀，逮哪吟哪儿。哎，别的，这小体格，你看、啊、这小什么小体格啊？像话吗？什么叫吟诗？吟诗嘛，您说清楚了。最爱吟诗，哎，吟诵。对，吟诵。哎呀呀呵，嗯，我还有作品呢。你有什么作品啊？这是去年，嗯，去年冬天哥，都哪儿？去年冬天哥，去年冬天哥怎么？去年冬天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冷。哎，夏天还热呢。冷没有关系，哎，您多穿点。下雪了、哎、废话，冬天。我看见这个雪景触景生情。是吗？我写了一首诗。什么诗啊？雪赞。哦，就是赞雪的意思，赞美这个雪景。哦，好啊。可是有一节。什么呢？赞雪不露雪。哦，藏着这个雪。对，诗里头没有雪字儿、哎、连拼音西挖雪没有。哎，您这拼音就没有知道吗？找不着。是找不着。你拼对了。你没有雪字儿。哦，没有雪字儿。对了，您这诗雪赞。哎呦，好极了。 哎，那烦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。哪儿？这儿啊。在这儿啊。行。哎，不，你别伤了行吗？行。怎么了？在这儿念啊。我念我那个雪赞。对呀、啊、好。我来这听着啊。啊，让您就念。哎，不是，我就问您清楚了。您说啊。您别着急啊。啊，您那雪赞是诗。嗯，您那诗几言的呀？您干嘛寻求帮助呢？是怎么着？不对，你别打岔、啊。我谁跟你打岔了？几言啊？几言？没有文化，这人。什么没有文化呀？下雪了，你撒什么盐呢？哎，撒盐化雪了。啊，废话，你环卫局的是怎么着你？几言不知道？怎么回事？您那诗几律？雪是白的，怎么是绿的呢？哎哎，等，你别说你们的黑话行吗？谁黑话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几言几律？我谁是知识分子也不知道，怎么回事？就说白话啊，嗯，您这诗，嗯，一句几个字儿？早这么问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哈、啊，大白话非得一行，啊、七个字儿。哎，
七个字儿。打左边数七个字儿。那打右边呢？冷不丁打右边数，哎，它也是七个字儿。哎，多新鲜！就这么奇怪。那您这是七言绝句，是吗？哎，问谁呢？这您说七言绝句，对我都羞涩了。哎，好。这姑娘这是七言绝句，哎哎，一行七个字儿，一共四行，哦，四行，四七五十六，哎，五十，这什么账头啊？这是，反正挺多的啊，四七二十八，我给您念一念啊，啊，您念一念，我听一听，听着啊，头一句，头一句，嗯，雪暂，长雪，嗯，第一句啊，嗯，天上一阵黑咕隆咚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阴天了，阴天马上就要下雪了。天上一阵黑咕隆咚，哎，嘿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我都美的哈啊！您先别美了，您这是八个字儿啊？您这头一句八个字儿，不能够。哎，对，干嘛呢呢？你买菜买惯了是怎么着？小九九算账呢还？您这八个字儿，怎么会八个字呢？您自己算呀。手有毛病。谁有毛病？我哪有毛病？六指儿。哎，哪有六指儿啊？像话吗？你压谱，哎，你骂人不行啊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压谱，哎，我这个，我自己数，你好好来。我的手多白，那管什么用啊？看着啊，嗯，做个见证啊。您来，天上一阵黑咕隆，出来吧。咚，八个字，八个字。您不是七言绝句吗？八言绝句。哎啊。八言绝句，当然啦，您有准没准？有准，八言绝句。哦，八言绝句。对了，那您这二句，听着啊，嗯，第二句，好似薄面往下扔，薄面就是白面的意思，好像白面往下扔一样，那么白。哎，不，唰唰唰，哎，别唰唰，没有雪吧？哎，是西挖雪找不着吧？爸爸，您可说清楚了啊？嗯。您二句可七个字儿，不能够。哎，又来了是怎么着？您这七言呀，您不是八言吗？干嘛还算不清楚呢？对，七言绝句。不，您到底是什么呀？七言呢？打一开始我就说七言绝句，七言绝句的。哎呦，您还急了。七言，七言。嗯。哦，那我们听听您这三句。第三句啊。嗯。快坐好了啊。哎，那别管这个了，就。我怕他听不见。哎，第三句最好。嗯，快快跑！你还跟着人家似的吗？快跑！没在这里头当中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谁问你？没在七个字当中啊？哪儿那么嘴碎呀、啊？这个听着啊。嗯，第三句。嗯，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！哎呀！您等等，您等等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您什么意思？下完雪以后，坟头是白的，馒头也是白的。对，一对比，这个大，什么个儿大？得亏那俩字没在这里头，在这里头冒了，知道吗？您算算吧，我听着这得十多个字。您自己，您拿出来，把手拿出来，您掰着算算，甭小九九，您算算，自己算，你来，你算算。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吧啊。十三，两把抓干了，知道吗？前面两句算白说，知道吗？十三啊，你分两句啊。哎，分两句哪个也够不上，知道吗？不对，快跑，加上。哎。对，快跑加上头两句三十个字了，知道吗？快跑加上十五个也废话，再来啊。嗯，再来。您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，坟头倒有馒头那么大的个儿吧。哎哎，不对，坟头倒比馒头大。哎呀，七个字了，奇迹呀、啊！您这玩意儿现代改的是吗？霎时间我又羞涩了。你看看，哎，怎么那么害臊啊？你七言绝句。哦，七言。对喽。那您这第四句，最后一句啊。啊，井是大窟窿。哎，对，您活动活动吧，活动活动吧，走吧。
这都甭算五个字了。几个字？五个字了。井是大窟窿。完了不够数啊，快跑。哎，这是你们托是怎么着？这是像话吗？高科技呀、啊！没听说快跑像话吗？井是大窟窿，那没有快跑不对。哇塞！哎哎，没哇塞的还有哇塞！哎呀，你要把哇塞搁头了也行。那怎么呢？哇塞，井是大窟窿。哎对，等等等等等，搁中间也行啊。井是大窟哇塞窿。哎，哇塞窿，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个多好啊！哎，不不，甭好啊！七言绝句啊！这这这这，真糟践这个。有文化，有知识啊！等等等等，有照相的没有？哎，谁呀、啊？谁照相啊？你别摆姿势，没用啊！甭费这话。嗯，您也甭吹着牛，我还真有照相呢。看什么意思？二？哎哎，像话吗？长这么大白脑袋，别说这个啊！真的，真的，您甭吹牛啊！嗯嗯，甭吹这个。您要有没有学问？嗯，我出个题考考您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咱俩做个游戏。行啊，咱俩做个文字游戏。咱们两个做一回文字游戏，怎么样？行行吧，你说吧。咱们说八个字儿。哪八个字？天桃临海，登连香八。天桃临海，登连香八。没错，比你说的清楚。哎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这有什么呀？您听我说完了呀。嗯，这八个字啊，以这八个字为题，咱们做个游戏。好，您各位可以听一听啊，这八个字您都想一想，共同的特点。嗯，每个字都能拆开那两个字。咱们以这一个字呢，要做这么一首诗，四句。头一句是把这个字拆开，二句、三句要有三位古人，三位古人呢得说得上话啊，得同朝同代。二句是谁问谁，三一句问谁上哪儿去，四一句回答上哪儿去。第四句呢，最后这一个字儿得落到拆开这个字儿的身上，字儿起字儿落。估计是白说了。嗯，哎，您明白了吗？没有。哎，你就没听见就。你这美什么呢？你这没听见。你这干嘛呢？这我都没听、啊、哎，您还真实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事、哎、你这样吧啊，你把这个规则你再说一万遍。哎，一万遍我不明白呀、啊、没像话。一万遍今年底也说不完，知道吗？我不明白呀、啊、你不明白 啊， 啊，您就按我这来，我先说。好，行吗？你给我们举个例子。哎，我举个什么？举个例子。裂吗？什么叫裂子？裂搂啊裂，别拼了就。例子，举个例子。哎哎，你先说。行吧。嗯，我先说。头一个字天。天。做四句诗啊。好，这里又得有古人，谁问谁啊。好，您听着啊。嗯，说一大念个天。好，不是，你等会儿。哎，怎么？薛微等一会儿。您老拽这词儿管什么用啊？您了，朋友们啊，在座的各位啊，怎么了？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朋友。当然了、啊、一大怎么会念天呢？哎，嗯，怎么不念天呢？你看着呀。我看什么呀？一啊，大啊，这念夫啊。哎，对不对？丈夫的夫、爷们的意思呀。哎呀，行行行了，我还爷们的，这文言是怎么着？这是夫啊。不，什么？这您等，谁告诉你出头了？那你说出来，不出头啊？我们这天就不出头，您不知道啊？那你说出来呀、啊！我还非得说出来啊？那怎么说呀、啊？一大不出头念个天，哎哎、那不全抖了散了吗？那不就行？这就念天。行，你说吧，我从你。哎，您，哎呀，您老从我，我受不了，知道吗？您啊，您听着吧啊，一大念个天。好，谁问谁？嗯，得有古人啊。哎，嗯，吕蒙问孙权。问谁？问。关羽哪里去？哪去了？麦城并了天。好，好吗？说，说完了。这怎么了？完了？这么快呀、啊？那不这么快完吗？是不是煞时间该我了？哎，干嘛还煞时间呀？下一个就是您，知道吗？
该我了吧？该您了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听我的，您来。一大念个天，哎，括号不出头，哎，嘿呀，严谨嘛，哎，都碎嘴子，你知道吗？一大念个天，哎，谁问谁？哎哎哎，什么呀？这个天上面加一个竹字头，念什么呀？念笑啊。你进步了，哎，我知道笑，我就进步了，进步了。嗯，一大念个天，哎，是谁问谁？哎，这个天下边加一口念什么呀？念吞，你掌握了。哎，我什么都掌握了。一大念个天，哎，谁问谁？这个天上面加一宝盖，哎，左边单立人，底下四点水，右边耳兜，这念什么呀？这念什么呀？不念字儿。哎，这都什么学问？这都是，我告诉你这么写，不念字儿。不用，我们知道。好，嗯，一大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偷啊天！哎呀哈！就别拼了，您知道吗？天，您就说谁问谁往下。豪仙问路仙，豪仙路仙怎么样？我问您，等等，您等等，嗯，这是古人吗？当然是古人了。哪儿有啊？有这么一本书叫做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你看过没有？哎，您说这是盘吗？妈，还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？后来拍成盘了啊？拍成盘了，讲话吗？啊，那不是老于的事儿吗？对对，于谦的青姨，哎，伯母，嗯，白娘子啊，白娘子，白贞素，哎，贞素啊，这一点肉不搁，这个白什么素贞，白素贞，哎，他有一个爷们，哎，还一个叫许仙，哦，许仙，姓许，名仙，字三多，哎哎嚯，哦，许三多呀，啊。还当过兵是怎么着啊？许什么？许汉文。许汉文误饮了，不是，哎，谁？到底谁？白娘子误饮了雄黄酒，哎，把他爷们吓死了。哎，呵，白娘子仙山稻草。对呀，啊，看守灵芝草的那两个童子叫什么？一个仙鹤，一梅花鹿啊。对了，豪仙鹿仙呢？哦，鹤仙鹿仙就是。他是现在的人吗？哎呦，不是。他会开车吗？哎，没听说过。他有千里马吗？哎，没有。完了，你有千里马，我知道，嗯。笑什么笑？非得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别闹！啊，谁跟你闹了？古人嘛。哦，古人。豪仙问路仙。哦，豪仙路仙。嗯，问谁呀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谁呀？南极子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。哦，奔头大脑袋。奔头大脑袋。哦，上哪儿去呀？跨豪上南天。对，跨豪。其实仙鹤，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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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这仙鹤怎么？你先别笑了。蓝仙鹤。啊，那蓝仙鹤。蓝精灵，您那是这阿凡达了都快，那你不是，你不是，哎，谁？就甭说这个，这仙鹤还呱唧呱唧的，怎么了？这是缰绳吗？助跑吗？哎，没听说过助跑，当马那么用的。哎，这豪仙问路仙，哦，上南天门了。哎，哦，还行还行，该你了。该咱往下接着来啊。嗯，天桃桃，嗯，木照念个桃。等会儿，嗯，你还就写他，对，他废话，谁问谁？嗯，许褚问张辽，问谁？问蒋干哪里去？哪去了？相府献寿桃。相府献寿桃。嗯，谁呀？曹操生日。曹操过生日。对呀。嗯，怎么了？您这是三国吧？你才听出来啊？这吕蒙孙权怎么白给是怎么着？哎呀，三国。废话，这孙权就三国的，知道吗？哦，这二句才听出来。哎，演绎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哎，这没有什么演绎啊。听我这个啊，您来说。一大念个天桃啊。对对对，一大念个桃。木照啊。对，木照念个天桃。桃木头。说对了。木头桃。木头桃说对了。桃木照念个桃。桃，哎，对了，对了还歇我，对了还歇我，这不是肯定的意思吗？你啃他干嘛呀？哎，我的，你哪儿那么些说的呢？木照念个桃，您说清楚了。偷啊桃，哎，别，您别拼了吧，拼省了，您挺好的，知道吗？桃，哎，桃，谁问谁？迷路问仙毫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
怎么了？丹田是先好问先路，就迷路来回问呐。对了，啊，聊天吗？啊，是啊，怎么还有聊天的里头？这多省 QQ 费啊！哎，这管什么用啊？对着聊天吗？啊 ，QQ 费还、啊？你问我一句，我问你一句，礼尚往来嘛。哦，一人一句。迷路问仙豪。啊，您这省了劲了啊！哎，哎嗯，问谁呀、啊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谁啊？南极子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。哦，大脑袋啊，就那个。哦，上哪儿去、啊？三月三赴蟠桃。哦，蟠桃会，蟠桃盛会。哎呦，王母娘娘过生日。哎，是是是。您这是曹操过生日。对，这一男一女。哎，别的，那差着行制呢，知道吗？那干部级别不一样。好吧，反正、哎、您说清楚了，有干部。哎，别提这个了。嗯，咱接着往下来。哎，天桃林林，嗯。二木念个林，等会儿，嗯，你哪个字都写一遍，对，哎，我用你肯定好吧？我才不肯，哎，那谁问谁？嗯，张飞问赵云，问谁？糜夫人哪里去？哪去了？躲入密松林，还是三国？对对对，听我这个啊，哎，说二木念个林，哎，谁问谁？哎，您先等等啊，嗯，您先等等，我刚想起来。咱们这个豪仙呀、陆仙呀，这个仙陆什么仙就休息了，这玩意儿太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能老出来，行，得休息，换个人吧，咱们啊，行。二木念个林，哎，谁问谁？豪神问陆神，不，您等等，您等等，您等等，呵呵，落什么呀？你丹南还仙呢，怎么这么会神了？长了一级啊，啊，神比仙大一级啊。年底还有奖金呢！哎呦呵，哎呀，豪神问陆神，这还有调级呢。对了，问谁呀、啊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谁呀、啊？南极子老寿星，不是头大脑袋。哦，大脑袋。嗯，上哪儿去？嗯，旅游到桂林。哎，呵，去香客去，还去了香客呢？哎呀呵，老得俯冲这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哦，去了香客，该你了，该我了。嗯。海海，嗯，水美念个海，你对，谁问谁？嗯，周瑜问黄盖，问谁？问孔融哪里去？灭绝了，哎，灭绝了，什么叫灭绝了？大恐龙啊！谁跟你说恐龙？灭绝了，九三年的事儿啊！啊，你这都不知道？九三年的事儿啊，你见过是怎么着啊你？你甭管了，告诉你了，我什么叫甭管了？我反正灭绝了。您听清楚了啊，不是恐龙，恐什么？恐融。恐融是谁？啊，恐融是谁不知道？啊，四岁让梨那玩意儿。汉孔融四岁让梨，哎，懂得谦逊之礼。对对对对。胖黄香九岁温习奉亲。行了行了。秦甘罗一十二岁，什么？这我会。哎，你会管什么用啊？会你说恐龙。哦，忘却了。哎，忘却。您这什么脑子？这是恐融哪里去？哪去了？少居。在北海，还是三国？北海郡，听我这个。嗯，水美念个海，谁问谁？您那神也休息啊。海，哎，谁问谁？豪仔问鹿仔。您等等，您等等，您等等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呀？骄傲啊？什么都骄傲？你的那还神子怎么这么会宰了？繁殖后代呀、啊。哎呦，一代一代往下传呢。我是纯辈儿，豪仔问鹿仔，哦，豪仔鹿仔小孩，嗯，哦，问谁呀、啊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对，南极翁谁呀、啊？南极子老寿星，倍儿头大脑袋。我就知道是这大脑袋，知道你还问？这大脑袋上哪儿去吧？说，嗯，飘洋去过海。哎，好，其实仙鹤。哎，就行了。哎呀，老寿星就这一个交通工具，您看了吗？哎，仙鹤够累的，这。多省卡呀！哎，那别的还刷什么卡呀？咱们接着往下来。嗯嗯，灯灯，火丁念个灯。对，就您不是，咱把这免了行吗？你管着吗？哎，那谁问谁？嗯、马岱问孔明。问谁？问魏延哪里去？找四大叔去了。对啊。
这怎么还有瞧病的那里头？胃炎嘛。谁告诉你的？胃炎请用四大叔。哎，行，奉劝您各位啊，什么？不要用那个胃壁治。为什么呢？您琢磨呀，胃壁能治，胃壁治。行，胃壁它能治。行，别说这个，打官司了一会儿知道吗？啊，别说这个啊。像哪个胃炎呀？哪个胃炎？胃炎魏文长，花刀魏文长不知道啊？三国嘛。三国呀。魏延哪里去？闯灭七星灯。七星归位。五丈原。诸葛亮。嗯，听我这个啊。您来。火丁念个灯。谁问谁？您等等啊。这个崽子们可以睡觉了。休息啊。灯。哎，别说这个了啊。豪童问路童。啊，这怎么有童了？崽子长大了。哦，儿童了。哎哎呀，豪童问路童。豪童问路童。嗯，问谁啊？奔头是吗？嗯。哎，还嗯，上哪儿去了？说正月十五逛花灯。哎呵，其实先喝啊。那行了啊，正月十五逛花灯的就这模样。 哎呀来了，我来吧。该你了。您是真能对付。咱们接着往来。天桃林海灯连连。嗯，连。嗯，车走念个连。对，谁问谁？鲁肃问孙权。等会儿，学伟，等一会儿啊。干嘛？我发现你的破定了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我再问你啊。你什么话？这是车走念个连，谁问谁？鲁肃问孙权啊。一打念个天，谁问谁？吕蒙问孙权。孙权出了两回了。哦，孙权出了两回了。对了，你那老寿都快一万多回了。就这奔头我们说什么了？我们孙权出了两回都不行啊。啊，那别行，这可知道的了还。但是我们这后边不一样啊。问谁呀？我们这后边不一样啊。后边不一样。后边不一样啊。行，那问谁呀？问张飞哪里去？哪去了？三马并相连。三英战吕布。虎牢关还真不错。后边不一样。还真不一样。这不一样。听我这个。您来啊。说车走念个连。谁问谁？豪仙问路仙。后边不一样。问谁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后边不一样。上哪儿去？开车去大连。哎，就一句不一样啊。对了啊，对了，还开车？哎，不，你等等。嗯，开车去大连。对了，那个年月有车吗？有车。什么车呀？老车。哎，老车，四个轱辘一方向盘。哎，没听说过。那开不动，先后后边推着。来，我说这先后怎么没了？后边推着呢。哎呀，您可真够狠的。您该您了。香香，何日念个香？等会儿怎么正念香吗？一个何，一个日，正念香吗？谁让你横着写了？这上下结构啊。好吧。哎，什么叫好吧？您认不认字儿啊？行啊，一直左右结构冷不丁上下结构受得了吗？那是好。您看什么字儿啊？您得，我这受不了了还，还怒了啊？这，本身何日念个香啊？脾气又不好，那干嘛去又？哎，往哪儿啊？去大连了，你说？先后推着呢吗？哎，行了。早了，这那还不早啊？又来一个，那行了，补上了。行，没听说过。哎，何日念个香？哎，谁问谁？嗯，鲁肃问周郎。问谁？刘备哪里去？哪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龙凤呈祥，没错。听我这个啊，您来。何日？底下何日念个香？哎，都免了那些东西啊。嗯，哎，谁问谁？豪邦问路邦。哎，这怎么又城邦了？古惑仔吗？哎啊，哪儿有啊？这个城邦结对。哎呀，豪邦问路邦，这天上够乱的啊。哦，问谁？奔头。哎，奔头上哪儿去了？嗯，
药店买货箱。哦，玩累了买货箱去了。对了，哎，受累啊啊，给香客带包轮丹啊。他比你们谁都累，知道吗？真体贴。哎，废话，真体贴。又推车又呱唧呱唧的。好，给香客带点。等等等等，药店买货箱。哎，行行行行。咱说最后一段，快说，说完完了吧？嗯嗯，我精神快崩溃了，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正美着呢。啊、你美什么呀？最后一个字啊，嗯，撇儿捺念个八。您等会儿，哎，两笔还等会儿？就两笔我还等会儿？行行行，怎么什么学问呢？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悟空哪里去？哪去了？高老庄去拿猪老八。猪老八是谁？猪八戒呀、啊。猪八戒，你看我乐什么呀？啊，这这这，怎么了？猪八戒，坏了！什么就坏了？不对了！谁不对啊？完了完了，没文化了啊！谁没文化、啊？刚才三国说的好好的，怎么了？改《红楼梦》了？哎，改。这个有文化吗？您懂不懂？这是《红楼梦》吗？这是什么呀？《水浒传》呀！哎，俩糊涂蛋，《西游记》呀！这怎么改《西游记》了？哎，跟您这么说啊，我们从三国里出来了，嗯，改了，换《西游记》了。嘿嘿，什么意思？换了，不但我们换，你这个鹤呀，这个鹿啊，这个奔头啊，让他们休息，放年假。啊，回家瞅瞅吧，休息一会儿。哎，不用了，行，换人。听着啊，这仨人再出来，我揍你。行，不信咱就试试。说撇儿捺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好，别问路，别，这不一样吗？不对，有没有准谱啊？撇儿捺念个八，说好瞎问路瞎，怎么瞎了这么会儿？好妈问路妈，没听说过。撇儿捺念个八，快快说，你奶奶问你妈。啊、对，哎，你这这这别别别。你美什么呢你？怎么了呀？我让你说古人，你提我奶奶我骂吗？你着什么急瞪什么眼呢？废话，你说的不对。我拿你奶奶跟你妈比作古人。哦，比作古代的先贤。应该高兴啊。哦，捧我们家啊。哎，那咱说清楚了。嗯，往后都得是我们家的事儿。错不了啊。错不了。注意听啊。那您来。撇儿捺念个八。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。问谁呀、啊、你爸爸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河边当王八。哎，都去你的吧。